完毕。把字签了。这位女士，您是？吴科长，不，你这什么情况？这只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手段。啊，防患于未然？为什么呀？邓姐，哎，你问问吴科长啊。喏，吴科长去财务部对账了，你有什么告诉我，我帮你转达。你是？我是吴科长的秘书。既然你是吴科长的秘书，我有份文件需要他签一下。你怎么签了呀？对呀，啊，你为什么要签？不对呀，吴科长没有秘书呀，你是新来的实习生？不是。那你是？临时工。你们也太小看姚思文了吧？您是吴科长？哟，新造型啊！幸会幸会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们都不饿的吗？饿，吃饭，走。我不去。那你提呀、啊？为什么是热呢？我要冰呢。啊，吃个包子给你。我先下来。科长，哎，你是谁啊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哪个部门的？今天我心情好，放过你。再这么串岗，马上走人。真是，这什么习惯？放心，这张脸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哦，原来你是吴科长啊！新皮肤。